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ason 科技的12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平板分离机 SP5 的开箱视频。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下它里面究竟有什么吧。8至12寸的平板分离垫，夹具固定装置、螺丝、电源线，7寸的手机手表分离垫、拓展板，最后就是我们的机器。这就是我们平板分离机的机器和所有的配件。我们现在来把零部件安装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把拓展板安装好了，安装好之后它就可以分离平板了。机器是可以加热到120度的，这个是加热按键，下边这个是吸附按键，拓展板是可以360度无限旋转的。旋转好之后呢，就选择合适的角度锁紧，这样加热台就不会晃动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款平板分离机的话，可以私信给我。如果对我们分离机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大家。